发起进攻，状态不好。发起进攻。哟，行云流水的连招，你这打得不太行呀，哥。如果咱们感觉队友打得不咋地，就暂时别帮，等后面再看看他情况，考察考察，懂吧？来，朱诺，哇塞，小猴子你干什么？猴子没有一技能，我勾引一下。来了，哎，小猴子来。哎，我傻，小猴子，搞笑这猴子，你不用看这猴子也是个不会玩的。哟，简直惊喜一个接着一个，猴子在哪？拿 buff， 猴子看到我了吗？猴子应该没看着，完了，我没注意到这东西看到我了，我服了。还好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对面的法师好像很喜欢去下路支援的，让我来这里等一等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他好像想在草里蹲我，幸好被我看着了。来一下，看我带我去勾引，走位回来。哎，不是吧？你怎么这还能被冻住的呀？再蹲一手，怎么还打起来了呀？过来帮一下。好，现在看好，我知道怎么蹲着傻那个项羽的。他在中路吃完线要往上路走的，嘿嘿嘿。我绕一下，就是这里，这东西他没了。怎么是你呀？这么说的话，好像有点买一送一的味道在里面了。好了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往下走。我都不知道这草里还有个你呢。只要被我二技能定住，我旁边有队友啊，基本上就必死的。只剩下一个小猴子喽。这个猴子看上去有点呆呆的，吃完中线再想等下干嘛，但是一看不行，我要不去帮这赵云，这赵云肯定要死这里。哇塞，这死猴子每次都跑这么快。哎，哥们后面，这赵云你厉害的啊，你复活之后兵线是没得吃的，开始蹲，毕竟现在已经十分钟了，傻那个项羽要从这里过来，我旁边有赵云哥，不对，也是楚货赵云，刚刚就被你害死一次。到了推塔的时候，其实跟我没关系的，但是我不走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保证我队友把塔推了，然后再换个地方蹲。好了，这小猴子，这猴子运气真的好好呀，大哥你定错人了，让我再想个办法。死猴子又在下路呢，过来，好地方，小心猴子一进来闪现定住。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气的，现在边路打得很差，就导致我们家比分好像领先，但实际上就是打不过对面。傻那个项羽不管，因为这里有个小跑的射手，对吧？接下来就好了，我上走去多，看这里等下会不会有人来踩眼睛。好厉害啊，咱们换个地方多观察一下，前面在打，而且这里有三个，但是中路只有两个人在，我就算是去了，我估计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，还不如在这里等着。哎嘿，快跑，红区蹲掉一个，我来拿 buff， 就是这里啊，不要打这个男 buff 啊，勾引猴子用的，哥你打什么呀，你这么一搞，猴子一来不就走丢了。不对不对，我可以往上走，猴子还不知道他的男 buff 没了，猴子把龙给偷了。我可以往前走一个草丛吧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好的，就是这里，猴子肯定要来的，蹲到的，往后走一点点，一技能好了。哎，我进草丛看不见我，定住，又来，嘿嘿嘿。还有呢，残血就别跑了，还好，还幸好有我，能一波的，我不用回去了，哥。哎，完了，完了，高地没了，我服了，千算万算我没算到猴子身上有那玩意儿，我不走算了，这高地没了就没了，你们该回去的回去，我在这里蹲。来我这里呀，别打了，打不得。拿把我那里虽然人多，但我保证打不起来，毕竟人不急，他不可能敢打的，我还可以在这里接着的。
拿 buff 刷了，我们的人撤了，总归该来打这个红的吧。又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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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哎呀，你怎么老是喜欢探草呀？快走！还好追不上，完了。别打了呀，这赵云你还不走啊？不要把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基业全给毁了呀！我服了。二手算，怎么办？小猴子，小猴子跑掉了，小猴子还有个复活甲，怎么办？哎，下路兵线都已经到高地了，这猪葵好像想勾我，我闪现勾不着，回来，守住了三个守三个还是能守的。这前面肯定有人，等等。那个项羽名刀出来了，啊，这条龙我们有啦！放心，有我在，我去端。好的，马可波罗亲信，青蛙兵线过来。让我想一下去哪端。等一下啊，这个草丛吧，我能蹲到射手，射手来他就得死。哎，好好样的，完了。我没了，亲信，不要打架，别打，各位不要打。这个反面教材，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要记住啊！打架之前先把兵线清了。不过这波罗你确实菜，说真的。